你的大儿子王秦州，他跟小迪完全不同。原来你知道了。我将要指定继承我财产的人就是你的哥哥。我没有哥哥，我是独生子，我要杀光他们。上一代的恩怨造成兄弟间的反目成仇。我希望像以前一样，只有爸妈跟我。5月29日起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命定天堂。